台湾职业篮球联盟 Class B， 台北富邦勇士主场迎战桃园领航员。比赛前两节，富邦展现攻势，一度大幅领先17分。不料第三节，领航员逆境反扑，将比分追平。幸好最后一节，富邦稳住阵脚，找回优势，最终以93-83胜出，夺下开季第三胜。球队的优势是在可用之兵比较多。所以当被追上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换一些人手上去，然后变换一些防守的阵势，大部分还是可以救得回来。不过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像第一节、第二节这种打法。这场比赛富邦勇士张宗宪表现亮眼，关键第四节飙进3颗3分球，火力全开，一人包办15分，整场比赛总共进账20分。前两节打得蛮好，然后把分数拉开了。那如果队友都可以发挥的话，我的工作就变得比较单纯一点，就比较专注在防守上面。然后从第三节到第四节，就是战况开始比较焦灼。那我只是保持侵略性跟信心，有空档的话，我就是去出手，不会特别去想太多的。开季两周，富邦首次回到自家主场，精彩表现不让满场的7000位球迷失望。赛后登场的篮球有嘻哈演唱会，热狗、娄俊硕和江靖等饶舌歌手热力开唱，嗨爆全场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、龙博安台北报道。